林志玲 VS 言承旭新女就是争年纪啦。言承旭中意边一 type？ 睇翻呢两个女仔嘅资料，原来佢哋嘅条件差唔多，都系 model 出身，身高都系差唔多。林志玲有演出过，张希恩都有，分别最大嘅应该系年龄。而论名气，梗系志玲姐姐高好多啦。讲起言承旭同林志玲嘅一段情，就要讲翻佢哋仲未红嘅年代。佢哋系喺公司聚会度认识，当时大家都未成名，所以佢哋好似普通人咁拍拖。可惜言承旭喺2001年凭人气剧《流星花园》走红，佢哋就转玩地下情啦。如果唔系林志玲部手机拎去整，都唔知佢哋拍紧拖。2005年林志玲在大连发生堕马事件，言承旭第一时间赶去医院探望，点知突然传出他们分了手。林志玲都试过在访问中突然失控落泪，说言承旭从来没有追过他，言承旭都讲过自己不够好，不够成熟，太过小孩子，才不敢要志玲等他长大。